陆同尉，魏法师张小侯打伤了值班守卫，强行离队。这蠢小子一定是往平沙湖去了。糟了，忘了帮他穿裤子。我是为了帮你解毒才脱了你的裤子。这个温病的症状是全身起水泡，并且很快溃烂，从病发到恶化速度惊人呢。难道没有治疗办法吗？假如您的神真的是一瘟神，他继续待在这里只会让情况越来越严重。这就是妖兽不敢靠近的原因。限你们明天交出玄蛇，否则苍蝇老师，你别和我开这种玩笑啊！你们村子全是蛇人。齐师郎，不行，火焰也会暴露我们的。我与生俱来的天赋就是魔法的急速释放。苍穹的主人是吗？今天就让你知道谁才是这里的主人。